大神水上巴士，本船是9:20由中校开往麻江的班次。好，先跟各位解说一下救生衣。救生衣在各位的座位底下，我们目前航于内河中，所以不需要穿着。好，现在各位如果有幸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水面，可能会有鱼群在跳跃。这些鱼群都是乌鱼哦。9:35到达华江码头，航行时间为15分钟。穿越那座桥为中校桥，在各位前方是中兴大桥，右手边为三重，左手边为万华。
方位右手方那一座桥是新北大桥，它在夜间的时候灯光照明，灯雕是非常的漂亮哦。所在位置为江子翠，好，是大汉溪跟新店溪两河交汇到流到淡水河哦。我们划江的地方是新店溪哦，大汉溪是右边那一条河。